本来是不会，本来那位叫做红来花。古早老人伫讲，我们住厝底也较无理想，那边两条红来甲黑的真平安。这棵红来会当采收50栋，50栋那个装修会当装2200箱，2200箱过去会当卖70万。阮庄口人也看电视，电视顶头是啊多，看会着望袂着。若来卖这棵红来，会当卖20000到70万。红来是阮父亲出来因公，刚刚食果子，爱拜树头，红来袂使。我介绍富云村的人，少年拢外流，老伙伫厝，80岁以上，拢咧种红来甲买红来，一工是千二块，反正2斗米，外来人生活一个月无问题，反正山外山，靠山买山菜，车来贵宾。你若去菜市啊买菜，买了菜有糖，不要紧。菜若有糖就无多，糖抓掉，安心甲使用。阮真卡人，菜都拢家己种的，阮拢无带药啊，糖都拢用命的。阮在左邻卡，内底老人好多。我来介绍红来，这手边的红来，就是金山的红来，到手。